第一个谁去找钱，第一个就是钱的问题，谁去找钱？没有你不行啊，有钱了以后才会有需求嘛。是啊，没有预算，你天王老子都帮不了你。对，所以我也是认为，从一开始跟你们接触，我就说第一个要解决预算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好事不吃，当你背叛我，要把我甩掉的时候，我只有一个嘛，这笔钱我不用了。嗯，我看你在找天王老子来，有谁能帮你找到钱？我也觉得没有你，没有郭董，就是他带多么厉害的团队，他找这厉害的人家连看都不看的。是啊，你现在他在找的东 CV， 没有一个人会看那个 CV 了。哎，就我只能说，当一个翻译的立场，觉得你们现在丢的资料，柳厂长您看都不看就丢在旁边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